大家好，我们是漫才小屋的哈，请坐到这里哦。大家好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嗨，今天的主题是谁是陈友王？我们是陈友王吗？是是是，是吗？我们真没有自信耶。啊，都知道，都知道，超厉害。请帮我们订阅哦，按赞，小铃铛。拜托拜托，お願いします。第一题是，哎，顺手牵羊。犬语真的有很多动物哎。这个牵是牵手的牵吗？对。这个意思是比较难复杂。牵羊的话，牵手羊的意思，所以想要羊牵手的话要排队哦。所以所有的事情需要排队，这样。完全不是。你们看一下啊，顺序是有点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牵手顺羊是排队。什么意思？所以牵手的时候会紧张，所以顺便羊羊的话会放心的。这个意思是我们两个人聊天的话会紧张，可是旁边如果有羊的话会放松聊天。就像睡前的时候数羊才会放松。是，没错。我懂，我懂。懂吗？厉害啊！不讲厉害，我也不懂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但是不是？难一点点。嗨，我刚刚是一个，这个是蒙古的成语，用手的时候一定要牵羊哦，羊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哦。所以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牵手的意思。不是。还没去。我知道这个成语呢，日本也有有点像的哦。日本的话，猫の手も借りたい。比较忙的时候我想要接毛的手，这个意思。那这个意思是牵手的时候呢，因为他没有停留，所以那个我想要接羊的手。他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，他只能牵羊的手。对对对对，所以ヤギの手も借りたい。这样的话不会孤单了啊，孤单的是。我拿到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。很温柔，这太可怜了，很温暖哦，温暖，羊毛的。你们小看我吧。而且如果我特地接羊的时候的话，很多人很担心我。大姐怎么了？圣诞节快乐。圣诞老人。他去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，顺手牵羊了几个包包，但一下子就被警察抓住。哦，是超多的意思。没错。所以，猜对了吗？这个啊，在古代的时候，羊是很重要的动物。没错。所以顺便。就牵着他的那个绳子，就这样把他牵走了。所以看到草兔的话，要赶紧去顺手牵羊。顺手牵羊的人。不要，不要让多多秀比较简单，顺手牵羊比较难。下一题，对牛弹琴。弹琴。弹琴哦，弹琴是那个。这个是很简单的，应该是他也知道这个意思是馬の耳に念仏。对，这个意思日本也有。对牛弹琴也是没有意义的意思。没错。蛮简单，我蛮想知道吧。对，所以找太监漫才也没有意义。有意义吧？没有用。你上部背起来台词也没有意义才对啊。吵死！可是呢，对牛弹琴也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呢，和牛的话，让他们听很好听的音乐的话，那个肉质会变好，对对对，应该有意义，所以有意义，所以要改变一下。接下来是这个，怒不全牛，又来了牛啊！知道了，这么快，非常喜欢牛肉的人的意思。木屋是日本的メガナイ，是超级喜欢的意思。所以全牛超级喜欢。不是，概念有一点接近，可是有点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！这个是真的牛没有眼睛的。牛的眼睛没有。对。
所以呢，一心脚一脚，我的眼睛那里，我的眼睛那里，我的眼睛在前面。是那三本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我屁，他只是想吓人而已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给我例子吗？只要你愿意努力，你的技术之后一定可以达到目无全牛的境界。哎、欸。对，所以不是没有眼睛，眼睛没有这个意思，是没有看过的世界，所以突破了地球、宇宙，所以这个意思是你的、我的方位已经突破了，这个意思。那牛呢？牛是母。什么意思？没想到还继续讲播客啊！自己很努力的话，达到一个程度，对，但不是达到那个人的目标，所以突破了地球。对，跟地球完全没有关系、啊。没有，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要肢解、要切牛肉的人。然后你看一整只牛的时候，你不是看一整只牛，你是看哦，它这里是横膈膜肉，它这里是牛舌头，它这里是什么什么这样。哈，对，好像巨人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哎，最后一点，走马看花。哦。啊，这么快？应该这个很简单的。也走马。心速度很快，那这样的时候要干花，所以很忙的时候，那个给我一点的时间的感觉。哦，忙里偷闲的感觉吗？对，不是。前面走嘛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这个应该不是骑马的人的性质，是要叫马的性质。马的，所以呢，马走跑步的时候也可以干花，非常厉害的人的话，很忙的时候也还可以做自己的性质。哦，所以马一边跑还可以一边欣赏花，没有那的花嘞，这样的不是，好可爱的马，哈哈哈哈。去干嘛的事情的话，猜不到这个答案。这个走马看花，那个花是红绿灯的意思，所以走马的时候一定要看红绿灯，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看红绿灯，所以。遵守交通规矩的意思，安全第一的意思。是是是，是是是，这个是不对。当然了，前一位没有红绿灯了。例子吗？我去过欧洲几次，但都只是走马看花。啊，我认真跟你说，因为没有时间，所以没办法看到很漂亮的东西风景，所以应该怎么讲呢？没有时间看所有的东西。嗯哼。这样我没有 logic， 没办法解释，我已经知道。走马是太速度太快吧，所以看花也是花这样就也是。但是那个马走路的话这个是什么种类的花可以理解这个花的事情，可是时间太快，所以没办法看到。对吧？没错，非常棒。对，这个其实听得懂的阿古讲最厉害的。他比喻粗略的观察事情啊，对吧？你这样子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应该现在看的观众朋友也是走马看花，我的事情。太没你们，是你自己的问题啊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欢迎来。来哪里呀、啊？好恐怖。不行不行，我有很多的时间。很恐怖啊！不要走马看花。太恐怖了，走马看花比较好，我推荐不要认真看沙漠。哎，那最后一题，花言巧语。谁要答？好快啊！这个是我一竿子知道这个是花花公主的人用的用法。花言是八妹的时候，巧语是他们聊天很厉害。再过去外国朋友呢，如果推荐卖房子的时候，也是他们爱花言巧语，算了，不要相思了。答对了。做了很厉害耶、你本来就知道这个吧？不是，就直接每天开心，非常开心啊！然后结果3-2哎，那今天3-1啊！哦，难得难得。
什么意思？又来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